今天我们在比赛前展示两个小东西，自己 DIY 的包包。当当，这个包包是我在中国买的，已经用了有十年，一直很喜欢。我们自己 DIY 在上面印了一个 Nesolu 的对标在上面，然后就变成一个钩子。我这个是新买的包，因为这个颜色跟我们卡西瓦的颜色很相像，所以就买了它。然后这个是我家的一个 DIY， 我们的 logo， 这个，所以也变成了一个钩子，很喜欢。哎，すみませ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No less or no less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卡西瓦雷苏鲁的主场皮塔基代，我们现在在球场里面。今天我们的比赛是 J1 的第六节，我们对阵的是塞雷索奥萨卡。塞雷索奥萨卡现在是在 J1 排名第二。我们卡西瓦雷苏鲁上一场在尼加塔客场获得一场平局，所以我们现在掉落到了 J1 的第九位。塞雷索奥萨卡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球员，就是香川真司卡嘎瓦，但是他今天好像没有来。今天比赛会怎么样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加油卡西瓦，樱花都已经开了，好大一片的樱花，但是今年因为很迟，开得比较迟，现在才开始开，如果满开的时候一定非常好看。長い時間ホームで勝ったことないですね。今日勝ちましょう。
心にしてるぜ、ケトリン。今天的比赛刚刚结束，我们一开场就丢了一个点球，然后凭借 Sabio 的进球，我们追平了比分1-1，一直到比赛结束也保持了这个比分，所以这次在主场还是没能取得胜利，我们主场的胜利还需要继续等待。这次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卡西瓦积了9分，从第9名上升到了第7名。下一场比赛我们会在客场对阵威尔迪，希望我们可以取得一场胜利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 I love Sabio. Sabio, Mateus Sabio.